就随便都可以，代言人肯定第一名。我最烦这种了，出去吃点啥吃点啥，随便都行。然后一点的时候，你这个吃这个吃那个吃这个吃那个。然后第二就是打击兴趣，言语扫兴，我觉得这个也挺可恨的。刚说点啥，哎哥们儿，我最近哎怎么怎么着怎么的啊，就那样吧，还行吧。看我以为啥呢，这种人也挺可恨的，对吧？别领鞍山，辽阳，逃不出辽宁，生是辽宁人，死是辽宁鬼。小红书。